市民化体验班，由朝学到晚。你俾人打嘅时候，你点样打落地下都要学嘅。我做唔做到？我可以吗？熟读各路圈子嘅独家字典。我留意到咧，呢度有啲俗语，面上咧就系年纪比较大嘅。灭了标签，抛开偏见，展现日本最纯爱一面。咁你点样面对呢啲情敌噶？日本仲可以咁玩，星期日晚8点 ，Feel TV。